Smart Go， 好康让您赚个够。大家好，我是 Vicky， 接下来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是准澳本周的这样子的一个主流的好康，以及厂商的优惠讯息喽。那包括东三套卖会，Amber Grill 无烟烤肉机，哇，缺货了三个月之后，现在重新进货，而且重新再上市了。那当然呢，烤肉一直是所有很多很多亚洲人的最爱了，不管是要在吃那种日式烧烤啦，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韩国烤肉，甚至于美国式的这种大块大块的肉。那重点是每次我们烤肉，尤其现在天气这么热，每天都100度以上，你就觉得在外面啊户外庭院烤肉，觉得是一种受罪。那我们现在这样子推出的，哇，却卷土重来，而且是重新再这样植入的，在无烟烧烤机，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棒，它就是在家里你可以吹着冷气，然后烤着肉，香喷喷的，可是它是无烟的哦，它的烟它会从底下一个过滤的水的过滤系统把它吸收掉，所以你在吃烤肉的同时，你只享受到美味，没有吸到那个烟去危害到你的肺部，危害到你的健康。那重点是它还包括了是一个烤盘，再加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你可以烤肉用的，然后再加上是一个平的这样子的一个热盘，所以光那个热盘呢，我们今天那个副总还在讲哦，超级好用的，非常强烈建议大家买，因为光一个那个平的烤盘，你不只可以炒饭、炒面，还有什么弄豆腐啦，甚至于什么早餐的 pancake， 通通都可以用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烤肉机，所以当然哦，要强烈的锁定我们东森特卖会，因为再次这样子的一个进货，真的等了三个月，缺货三个月，再次进货，再次重新上市。那再来第二样要推荐给大家，已经是热销一直在热销当中的美白衣，尤其是这一阵子真的是天气太热，然后太阳是这样，你晒一下子就开始痛了，晒一下子你就开始变黑，然后晒出斑来，甚至会晒出病来的。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专利光疗防晒美白衣，在台湾它是专利的，而且在亚洲卖得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当然这一次呢，跟我们都美国的东森购物台这样东森特卖会一起来做合作，所以从台湾直销这样台湾直送一直到这边。那当然整个的系列来讲，他做到的是他把这么太阳光这么大，我把不好的光挡出去了，留下来都是对皮肤好的光，而且他这样留下来的光让你穿在皮肤呢，穿上去它是凉的，它是吸湿排汗的，然后感觉上你就好像敷了一层这样子的一个SPF 50 PA 加的防晒油，可是你是舒服的，然后整个帮你做到防晒效果也好了，然后他是做到的是 Light Spa， 好像在光疗美疗的这样的感觉，因为他留下来光是好的，所以你对你的皮肤来讲，你可以越晒越美丽，越晒越漂亮，它真的是非常神奇。那当然真的要持续来锁定我们的东森特卖会。那当然东森特卖会在超市 34.5 每周六的上午10点钟，以及下午的5点钟，以及东森新闻台每周六的下午1点钟，我们都有东森特卖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播出的时间，或者是有空的时候都可以上 etmall.us 来购买咯。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哇，这一周的主流的好康，其实主流的好康真的非常多，每次在找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，这个好棒，来，包括 Amazon， 其实这 Amazon 现在已经真的是很恐怖的一家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平台了哈。 Amazon 跟 Whole Foods 呢现在呢合作哈，那就是在如果你有下载，你是 Amazon Prime 的会员，你下载了 Whole Foods Market 的 APP， 然后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因为 Whole Foods 里面会有一些是 Prime 会员独享的这样子的一个优惠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扫描你的 Prime Code， 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独享的特定商品的优惠喽。那这个是 Amazon Prime 会员跟 Whole Foods 的联名。再来呢，7月14号跟7到7月17号这四天，如果你是 Amazon Prime 的会员，那你持 Amazon Prime 的 Reward Cards 的话呢，到 Whole Foods 来消费，那就可以再享有刷卡10%的奖励，就是额外在 Rewards 给你10%的这样，比如说你一花100块钱，就再还你10块钱，这真的是非常高非常高的 reward， 就是 Amazon 跟这个 Whole Foods 现在的联名活动哈。那当然，那很多人像 Amazon Prime 的会员的话，当然很多人都会期待这种 Prime Day 哈，因为这个他们这是就是一年只有
有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。那他们的 Prime 会员听说已经大达1亿人，这真的非常非常恐怖。而且今年呢，马上到喽，7月16号哈的中午12点，一直到7月17号全天，他们就是这样子36个小时，这是折扣最大的一次。参加的厂商非常非常多，所以很多 Prime 会员都在期待这一天。那如果你不是 Prime 会员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先免费的登录试用30天，你一样可以同样享受所有的折扣，再加上会员的福利哈。这是一个说啊，我想要先享受，那刚好这是在 Prime Day 这次的时候来做享受的话，是最超值的。那接下来还有一家厂商是 Google Express， 只要透过 Google Express 这个平台进去买，全部的商品75折大促销哦。即使在 Costco 可能现在没有打折的，可是你透过这个平台，它也打了75折。然后你记得你要使用它的折扣码是 Extra25， 所以呢，你至少购买15块钱以上就可以开始打75折，那最多可以省到100块钱。35块钱以上呢，还免运费到7月17号为止。那这个也真的非常非常棒。刚刚摄影师在跟我说，哦，好棒哦，我都上网去买些什么 cereal， 我平常卫生纸啊，我平常要用的。那现在其他卖场都没有打折扣，你透过 Google Express 这个平台去买，就可以再打75折。哇，现在天气很热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想，哎呀，来一杯冰冰凉凉的饮料。好，来 ，Arby's 现在有可乐漂浮冰淇淋哦，而且这个是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推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所以只要1块钱，然后到7月31号为止。所以如果说很热很热的天气，经过他们家啊，就去进去买一杯这样子他们推出的可乐漂浮冰淇淋来清凉一下哦。那爱漂亮的女生 Lancôme 兰蔻，它的整个这个套装是说全系列，包括是怎么啊、乳液啦、化妆水啦、洗面乳啦，这样子这个一整个的套装组合，或者是它的美妆，现在都是7折热卖。那记得你要使用它的折扣码，那49块钱以上还是免运费，直到7月31号为止。因为啊，兰蔻这个品牌呢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品牌，它很少打到7折。那尤其是它有很多那种也全系列的这样子的一个套装组合，它本来就比单独买还要便宜，现在再打7折，那真的相当相当的优惠。再来 ，Kevin Klein， 哇，讲过，之前我们推荐过，现在它的服饰内衣低到2.5折。所以它有些内裤啊，哈，到只要4.5块钱就可以买得到。然后清仓区呢，还可以再额外的打8折，它已经打折了，再打8折，好，记得使用它的折扣码是 TAKE15 哈。那95块钱以上是全美国免运费。那当然，这以上是我们所有这样子的一个主流的这一周的好康优惠喽。接下来要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是厂商的优惠讯息，尤其是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丹琪尔 SPA 这一家。其实这一家呢，哦，他们筹备了2年，然后现在要在 Irvine 加Orange County 的 Irvine 开了他们的旗舰店。那这个丹琪尔是这样子一个30年的品牌啦，所以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朋友都知道。那现在呢，他们优惠前100名的会员，你首先加入的话，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典的疗程套组，包括有脸部的，有这样子1、2、3、4、5堂课，然后身体的呢也有6堂课。那如果你买这个套装组合呢，原本是要2340块钱，现在只需要1588块钱。那你如果购买前100名的朋友，还会再送一个60分钟的芳香按摩，身体的芳香按摩是非常非常的棒，因为它就是要希望大家可以逆转身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年龄，然后打造肌肤的活力。因为女生只要进去 SPA 之后，一放松之后，你都会觉得哇，好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，因为他们尔湾的旗舰店开始开馆喽。那接下来呢？之前2周我跟大家讲过的是中华航空公司，你只要自拍上传，就会可有机会抽到豪华经济舱的来回机票。那当然呢，有2个点，大概可以去自拍一下，就是在 Ontario Mills Outlet， 这个大家都很知道，就是在 Ontario 机场的附近哈，大家都很熟悉。那另外一个是在 Irvine Spatron Center， 在这2个地方呢，他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这样子的一个亭子，你只要去自拍，恰恰恰恰好，自拍完之后上传到他们的网站上面，有特别的官网是 closertohome.us， 到7月15号为止哦。所以这个假日记得赶快去拍一拍，然后赶快上传，搞不好你就有机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 Ontario 到台北的来回，而且是好。
豪华经济舱的机票咯。那当然以上是我们本周的所有的讯息，那如果说来不及抄来不及写没关系，更多的资讯你可以上东森美洲台官网 ettvamerica.com 来搜寻。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这一周的这样子所有的活动，希望你会喜欢，我们 SmartGo 下回见咯。